圣徒们呢就有回想啊。回想是三步，第一步啊，他们呢按着神给他们的力量，然后同心合意的愿意做一个寻道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他们开始呢就召集更多的圣徒和他们一块聚会。主耶稣定时啊，主耶稣定时是 Friday， 是不是？就是逾越节，礼拜五，是不是？然后主耶稣的复活是，这是什么节？安息日的是就是啊，初熟日。初熟日啊。然后一直到五旬节啊，比如说啊，从这一日到这一日49天，对不对呢？加上这里两天是51天，对不对？从主耶稣受害开始，他有40天，是不是和他们同在？所以留给他们呢10天到11天，第11天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一般人说这十天呢，可是发生了太多奇妙的事。神自己在这里说，是我负责，是我完完全全的来负责，是我绝对的来负责。教会是谁的？是我的。教会是谁建造的？是我建造的。圣徒是谁培育的？我培育的。教会啊，完全是在我的手中的。然后怎样呢？我怎么来教带教会呢？他就用这个小麦的原则了。我是要在秋天把你们种进去，我是要带你们经过呀这个很残忍的严酷的寒冬，好叫你们在春天呢可以发芽，好叫你们在夏天呢可以被我来收割。哎呀弟兄啊，这是奇妙的事。大概是六月，五旬节是不是六月？阳历六月，是不是这样？就是夏天要来的时候，我来收割你。这就变成啊，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每一处跟随主的教会需要有的最基本的认识。有响声下来，他说这个描述这个响声啊，就好像一阵啊这个暴风刮过，使徒们开头都惧怕，一个大的声音，一个大的风，风进了房子以后不走了，就在房子里吹了。然后这个吹的过程啊，火出来了，分开就落在呀个人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第一个啊，就说出啊圣灵的运行啊像风一样。第二个呢，圣灵的工作像火一样。这一个时刻是太奇妙了。从圣灵那里来说呢，就是神这个活活泼泼的涌流了。神完全把他自己啊像大江一样，像这个涌流出来了。神把他自己涌流出来了。在这个涌流里有什么呢？第一个，有神在他神圣属性里的神圣所示。当这个灵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也就是神在他神圣属性里的神圣所示流到你身上。换句话说，圣洁了，公义了，这一切的神圣的属性都在这个涌流里啊，涌流到你的身上来了。所以彼得才后来才说啊，我们是与他的性情有份。为什么呢？因为在五旬节那个时候，他们不仅得着了素质的灵了，也有这个浇灌的灵，经纶的灵，把神啊那个一切神圣的所思啊涌流到他们的身上来了。然后呢，这个神圣所思里啊那个人性的美德，这个你要知道啊，从神那里看是一个属性，从他的显明看是一个美德。譬如说神的属性是爱，那今天这个爱从我身上活出了，它就是一个美德。所以第一个啊，它是有啊神圣属性，第二个是有人性的美德，第三个呢，它
在这个浇灌里啊，他有神在他所事里的神圣经纶。换句话说，浇灌给你的灵是一个经纶的灵，而这个经纶的实施啊，又是根据于他的属性和他的美德。懂先，他怎么来执行他的经纶，是在他的神圣属性里，借着神圣属性所显出的人性美德里来执行神的经纶。所以神的经纶呢，是怎么实行呢？是借着灵的涌流，所以灵的浇灌充溢而有的。这个灵的浇灌和充溢啊，就带我们想经历到啊，这个三一神在我们身上的涌流，把三一神的属性带给我们，也把人性的美德带给我们。当这两个东西啊，神的属性、人性的美德在我们身上有构成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个经纶，因为它有运作嘛。这个属性和美德的运作就是啊神的经纶了。所以你注意啊，神的经纶永远不可以是强加的，永远不可以是教导的，永远不可以是一个方法，永远不可以是一个工作。神的经纶呢，就是神自己涌流，而叫我们享受到神圣的属性，支取到人性的美德而有的一个健康的成果。在这个经纶里又有什么呢？在这个经纶呢，第一个，在神的经纶里啊有创造。所以你知不知道啊，当这个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创造的智慧和死无变有的大能。你想想看啊，你能够到一个地方叫一个人信耶稣，这就是创造啊。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主的仆人都会成为一个死无变有的人。我到一个地方去什么也没有，我在那里三年以后，教会就兴起来了。不仅一个教会兴起来了，很多教会兴起来了，主的工作显明了，主的工作多面化了，这都是很健康的呀。为什么呢？因为啊，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啊，神的经纶在这充溢的时候啊，神的经纶，经纶的灵啊，就在我们身上运作了。第一个显出的就是创造，第二个呢就是、啊、救赎。我们不能做救赎主，但是神这个灵的充满呢，就经历了，在我们身上啊，就产生了救赎的实际了。比如说啊，为什么有弟兄姊妹永远有问题？我这个不对呀、啊，那个不好啊，外面不对呀、啊，自己也不好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啊，这个灵在他身上的工作，给他享受经历的不够多。这个灵来了，救赎的时机就来了；灵分赐出去了，就叫人也得着救赎了。这个救赎叫人呢、啊，脱离了人一切的限制了，进入了这个神圣的范畴里去了。这就是、啊、圣灵的工作、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在神圣所事里啊。而有的见证，你注意啊，这个神圣的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必定是啊，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复苏的工作，好像创造一样。我们就是个器皿，主啊复活了，然后对我们呢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圣灵就是表示啊，这个器皿里。器皿里啊，原来呀、啊，它就有神圣的生命，但是啊，这个神圣的生命啊，被这个人的所事，被这个人的观念，被这个人的性格，被这个人的心所占据、所压抑。我有主在我里面，虽然有主在我里面，我还是我呀，因为我还是我。所以我这个人呢、啊，就有各面的压抑。感谢主啊！有一天呢、啊，圣灵浇灌了，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大圣灵啊，像火一样焚烧你的所事，
圣灵啊，像涌流一样涌流到你的里面来了，一面把你啊焚烧了，一面呢涌流到你里面了，不是神的都烧了。所以那时候是不是烧掉所有啊卑贱下品？什么叫五旬节啊？当圣灵来那么强烈的来，来到一个地步啊，不仅你里面是已经有主的，但是你那个人的所事，原来可以限制主，原来可以压抑主，原来可以命令主，原来可以规范主，原来可以让主不能完全得自由的，现在这一切啊都被烧掉了。不仅烧掉了，而且怎样呢？而且他从这个灵啊，把你里面的成分啊完全就改变。你本来里面不是很多东西吗？现在都给那个水啊冲掉了，所以到后来它流出来的就是圣灵自己。而这个流出来的圣灵自己啊，这个圣灵就从这个器皿满溢出来。我告诉弟兄们呢，我们呢有这个难处，我们把圣灵的充溢啊总是当作一个能力，一个能力啪一下来到我们身上，来到我们身上以后，感谢赞美神呐、啊，我们这个人就完全改变了，突然变作一个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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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的了，敢传福音的，胆子大了啊，能带人得救了，这个也不能说错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它一定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个 power close on you， 不是一个能力临到你身上了，而是一个神圣的灵，就是神圣的生命自己进到你里面，洗净你的全人，然后从你这个全人呢再满溢出来，成为你的衣着穿上，懂吗？所以当这个圣灵浇灌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能存在，你这个人留下的就是主，就是有主而有的喜乐，就是有主而有的满足，就是有主而有那种豪迈蓬勃，就是有主而有那种啊愿意起来把一切给主那个事实。你愿意服侍主吗？一个服侍主的一生完全是创造的一生，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就是创造的原则。服侍主的人如果不懂创造，不没有创造的能力，你服侍主没有果效。当神那一天充满了这个120人的时候，你也在里面呢，都或者说在哥尼流家里吧，在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你也在里面，你我这些人都被进入了一个身体，这是保罗的话，对不对呢？我们都被进入一个身体，这个进入身体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种的能力，叫我们能服侍他，叫我们愿意服侍他，叫我们在一切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啊，仍然有一种啊说不出来的喜乐，愿意我就这样好好的来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奇妙的，不仅有创造，而且你里面会不断的有护照，主对你的护照都是无止境的。我们跟了一步了，我们觉得主啊我已经这样奉献了，主说还有一个，然后你说主啊我已经又走一步了，主说还有一个。在护照里啊，主把他的琐事就是律法不断地构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越来越有主的见证。那在这里呢也享受了救赎，这两个实在是并排的啊。一面你看见神圣琐事的可贵，他就住在你里面，一面看见你自己看见啊你所示的缺欠，你是一个堕落过的人。这个有缺欠的人和这个神圣所示的可贵，他是在一个器皿的里面的，所以同一个器皿里，一面你见证哦主是何等的好的一位，一面你说主啊谢谢你，你实在是我的救主。当这个灵浇灌你的时候，它可以是爱浇灌你，它可以是爱浇灌你，它也可以是能力浇灌你。这些我在我这个经历都有，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就这么个交通聚会，大概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起来做一个我蒙恩的见证，然后起来读我的奉献书，懂不懂？
哎，我怎么被主的爱摸着，被主的爱感动，从此我定义一生只为基督而活。那时候还不懂为教会，那是一生完全为着主而活，怎样怎样怎样，读完了啊，就是一宣誓人呢、啊，懂吗？读完了我就跪下来，这个长老替我祷告，按手呢，那个不能忘嘛，那个不能忘嘛，你总是，哇，他那一按手，他就开始祷告，我还记得他祷告。主啊，你得着人，你从开头就得着人，你实实在在得着人。然后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们按手在弟兄的头上，几个长老就按手，那是的确啊，那个灵啊就这样浇灌下来，我就说完全不是我自己，这个像电流一样从头到脚。我有点懂诗篇一三三了，像由贵重的由从牙从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呢，流到全，那的确流到全人。哎呀，我就躺在那儿啊，大哭啊。起来以后，多少小时不能离开，就一直哭。有一个爱啊，那就是保罗的话，已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灵里，那就是爱。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啊，这个人干净。那时候真干净，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这个没有，再看地上任何事物没有一样有价值。我也相信是那一次按手，我得着恩赐，我得着为主说话的恩赐，得着了恩赐，或者得着了一点主怜悯了读主话的恩赐。你有没有注意，我读主的话是有一点恩赐的，你会看见许多呀丰富的东西，会叫你觉得说不出的对神有敬拜。哎呀，那些天呢，不是，那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哎，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这个三回了，就是哭着回家。回到家，进到我的房里，一个人在那哭。喜乐，不是忧伤，喜乐，一直喜乐。主啊，从此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从此以后我自有你。为什么？就是在那一个充满里，在那一个充满里，他把你原来所有的赶走了，把神圣的倒进来了。这个就是真正的主啊，你的大爱呀、啊，浇灌我心呐、啊。就是全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所要的。我写奉献的时候有那个心愿，圣灵浇灌的时候有那个实质。因为呢，圣灵浇灌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器皿，圣灵大力的浇灌下来，就把你器皿里面所有一切的其他的事物啊，都把它冲走了，然后涌流出来，成为你的外衣了。涌流出来那个，成为你的穿着，成为你的外衣了。所以他这里啊，就做圣徒来说，神圣的进来了，你也开始认识神圣的了，就把那个平庸的就冲走了。那么上好的进来了，就把那个卑下的就冲走了。属天的进来了，就消除了，就把那个属地的冲走了。最后啊，这瓦器还在，但这个瓦器啊，原来是里面装的都是暂时的，现在这个瓦器啊，却装着永远的。这就从外面看，他还是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呢，又是为着永远活在永远的价值的里面的。就是神的工作来说，是将众圣徒啊进入了一个身体。这个进是有两次。一次是在这个小楼上，一次是在哥尼流的家里。前面是把犹太人进入了一个身体，在哥尼流那里是把外邦人也进入到一个身体，就把我们大家都进入到一个身体的里面。我告诉那一天这120个人呢、啊，一定是彼此相爱的。然后那一天之后，因着这120个人带进的3000人呢、啊，也是彼此相爱的。那3000人不简单呢、啊，不简单呢、啊，代表了那么多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那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语言里，却产生了一个共同的人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在这个身体里啊，就是满了生命的流通，就是在我这个肉身的身体里，它是满了生命的流通的，在这个深深奥秘的。这个属灵的身体里也是满了生命流通的，就产生了宇宙中啊神心头愿望的见证，
这一个身体以后就显在一处处地方上，就成为什么呢？成为神心头愿望的实现。这个灵浇灌的实际就带我们不仅享受到神圣的所赐了，也享受到基督的生活了，也享受到美德的活出了，也享受到十字架死的功效了，也享受到复活的大能了，也享受到升天的超越了，也享受到属天的丰富了。所以 你注意啊，在这里有一连串的东西啊，这一切都是啊这个生机体所可以具体享受和取用的。教会的显明啊很奇妙的，有一个阶段你在这个教会生活里完全看见神，有一个阶段你在教会生活里所见的完全是基督的死，有一个时段你可以在教会中看见那个大能复活的运作，有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教会啊完全属天，因为这一切啊都是教会啊实际的经历可以把主啊彰显出来的。所以过教会生活啊要有一种说不出的坦然，然后呢这个教会就成为啊神的居所了，以他为人位的新人。教会是个新人，为什么是个新人？因为主是新的嘛，主是永远长青的新的主。什么时候主在教会中做主了，新人的实际啊就出来了，就是新人，那也是神的国，是神的家，是神建造的生机体。弟兄们呐，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追求圣灵充满，但是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特别，你记住一句话，你要告诉主啊，愿意你的圣灵充满在我身上，到一个地步，凡是不出于你的，不连于你的，不为着你的，凡是出于我自己的，我所要的，我所盼望的，求你都把它冲走啊，好把你自己留下来呀，你就能够是一个真正有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学习啊，让圣灵多充满我们，它都是有诀窍的。第一个，他要很会认罪，要很会认罪。每个人要花时间呢、啊，这个尽量把你里面所有主给你看见与神呢、啊、不是一的，或者拦阻神的，甚至于啊抵挡神的，更甚于啊得罪神的，这些啊一点不要向神隐瞒，都来告诉神，我里面有什么问题了，我里面有什么难处了。我这个肉体给我什么样的限制了，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让我感觉和神呢、啊、产生了大的距离啊，甚至是得罪神的了，我都愿意啊这个向着神呢、啊、倾心吐意。所以一面来说这个五旬节那个经历啊是团体的，另外一面说这个预备，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预备啊是相当需要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保守保持自己的纯净，就是你越干净越会祷告，越会认罪，越会悔改，越常常啊仰望主那个宝血的洁净，也学习驻留在主宝血洁净的里面。那个意思就是啊也许在你上有个东西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完全与神一致，可是它就在那儿，所以你要告诉主啊，我住在你宝血里，我仰望你宝血啊，不仅遮盖我洗净我，也成为啊我的保护，叫撒旦呢、啊、不能攻击我，叫你和我呀没有距离。这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啊在你和主啊祷告的时候啊，要学习啊让主的话充满你，或者是主给你一些话你就来借着这些话不断地祷告，或者是你读主的话，就导读啊，或者督导啦，或者祷告啊，或者从里面呢有主的话涌出来呀、啊，就重复主的话，让这个主的话呀充满你了，充满你了。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能到一个地步啊，忘我，这个忘我啊，就能叫这个灵来充满你。